刚刚去过的风里，我想看见了你的眼睛。
有没有被这首歌的啊青春洋溢的感觉所感染到呢？感觉安妮都已经会唱这首歌了。这首歌真的很洗脑，不得不说我们成员真的是非常有才华，就是这首歌是由我们的成员露西所写出来的，所作词作曲独立完成的一首歌曲。对，真的很厉害，特别特别厉害，感觉这能为我们公司省下很大一部分能为我们公司带来很多很多新的感受。大家喜欢吗这首歌？谢谢露西。耶、而且我知道的是这首歌的编舞甚至都是由成员来独立完成的、好厉害啊，特别是我们的叶真和毛维嘉共同编舞共同打造的这些队形然后舞蹈动作。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现在先看下来之后有没有什么特别感受强烈的歌词啊词曲啊然后或者是舞蹈的动作。我本人的话就像刚才我唱的就是非常洗脑的那个旋律，就是就现在如果你也在西北，是不是非常非常，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抓耳。我的话我可能会喜欢这个动作，就是有一个什么收拾好行李里面、然后有一个这个动作就特别可爱，特别可爱，好可爱的动作。我已经看到了我们的编舞成员本人，刚才夸你们编得好，快来，就现在快来。
家会喜欢。感觉每年夏天都会跳马尾与华春这首歌曲，因为是夏日，正值夏日，非常适合这个夏日氛围感的这一首歌曲，希望可以给大家清凉清新扑鼻的感觉。而且今天我们的打歌服这两套都是以蓝色系为主，会有一种海洋的感觉，也希望可以给大家吹来一阵凉爽的海风。那接下来还有我们的表演，请继续欣赏吧。
时光总是这么短暂，感觉马上就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的时间要到了，也非常感谢大家顶着炎炎的夏日来到 CCG 的现场与我们见面。那今天也是我们的原创单曲《海上列车》出披露的时间，也非常感谢大家参与过来与我们进行互动，然后签名，也受到了大家很多的鼓励和支持，也受到了很多暖心的话，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应援和安可，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那希望今年的 CCG 可以越来越好，不管是今年也好，明年也好，后年也好，希望有更多更多的喜欢我们动漫的小伙伴可以来到这边和大家一起交好朋友，也希望每年都可以来这边与大家见面，带来我们新的作品。非常感谢 CCG 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舞台，也感谢所有后台的幕后工作人员老师，感谢大家的到来。那今天我们的内容到这边就完全结束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那之后我们的活动也会在我们的微博同步于大家，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然后关注我们所有的社交账号的平台。也今天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可以来到这边呢，千万一定要记得防暑降温，不要让自己健康受到了损害，如果热的话记得一定要多扇一扇，然后多吹一点空调。今天非常感谢大家，大家辛苦了，我们之后有更多的舞台会跟大家再见面的，谢谢你们，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拜拜，辛苦了，谢谢大家，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送 AKB。